海洋离我们远去，我们会不会孤单寂寞？基隆万路山的海陪伴我们好几个寒冬，我无法想象没有它的一天。鱼儿鱼儿水中游，穿梭在瑰丽的珊瑚礁，吐那一圈一圈的泡泡，还是鱼儿的乐园，还是鱼儿离不开的故乡。游来游去真快活，他们无忧无虑，饿了觅食，累了歇息，产卵生育下一代，生生不息。可是不怀好意的人类却越来越放肆，越来越不在乎海洋是否健全。最终我们人类还是要出面保护那孕育生命的母亲海。